蒙古。他对手罗斯，蒙古打罗斯，地图是高视野区吧？对，高视野区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好像有框道哦，所以这个可以使用两倍农民，应该可以吧？对，有框道，这边可以使用两倍农民。那罗斯这边是直接盖了社会小屋，要出斥候。直接暗刺吼，反而是这张图没有出现罗斯打罗斯，对，今天都没有看到这张图罗斯打罗斯。到处找狼，我可爱的狼啊，你在哪？哇，十一肉啊，好猛哦！全力踩肉，没有在演的。蒙古双倍农民啊，还行吧，但是他没有用啊。一个双倍农民要150木头啊！150石头，说150石头啊！是有点贵。欸，他双刺吼只要60石头，欸，便宜很多。对，村民要150的石头，这个刺吼只要60啊。
哦，这个难道是要乱了？这看起来要直接那个哦，双倍产工兵，然后升那个射那个攻击力。有机会吗？这个地方好像有机会。螺丝哦，200多吧，看一下，370，哦，好多。哎，对方有没有侦察到？看一下，东阿泰这边好像没看到。不过他这边是没有持续在产斥候，斥候只有四只。好，空兵来了。好，这边果然是从这个地方进攻。哎，这个该不会没视野射不到吧？直接一波了，这波来得很早。你看这个东阿泰这边资源是非常多的，木头很多，肉跟黄金很多。这边有没有要升兵啊？我看一下。他这边还不知道哦，他这边完全没有生命建筑，出大事啦！这完全没有生命建筑，还在搬肉啊！赶紧盖吧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哇，这看起来应该是要城堡，然后直接三个射箭场。要先盖射箭场了吧，太危险了。哦，城堡的钱也有了，直接升。这个等等，这个马弓出来也打不赢这些兵吧，太多了。而且这边有可能会卡人口，沙正在拆房子，房子血只有750，很软的，敲个几下就爆了。哎，先把这个拆了，边边这些东西都拆一拆，卡人口啦。等后面继续补房子哦。这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守住，但 不容易啊！没有东西打这个冲车，只能用拉农民，拉农民就会被工兵点。他没有资源升那个啊，马工了，这只能出个几只而已。这个这几只还打不赢这个、啊，打不赢这个工兵。喂、欸，这冲车卡住了吗？哦，有路出来。换了一个角度、哦，因为会被那个城中心射啊，所以他换一个角度进攻。先点掉一个，但这边还是有资源可以继续做。哎呦，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要回去升城堡？这看起来那个工兵好在按吗？看一下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因为他肉太多了，他只要让工兵转
工兵加那个骑手。好，这边木头也可以踩，他这样换个位置又反而让人家有机会踩木头。踩不掉啊！那后面继续去那个马工，我、哦、这边要去拿一个生物。马工在后面截后援了、啊，反正正面也打不赢，对，去骚扰对方的经济。那他打完了这波以后，双方人口68比38。这个东阿泰是要凉了。完全没有经济生兵啊，有城堡但没钱，没有，他被一波了，可他前面这边爆很多木头，他刚刚木头900多，他要升城堡，他要直城就要木头900多。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别！别射！别射！哎，刚刚那个其实蛮夸张的。刚刚的情况是，那个工兵已经走到这了，工兵已经走到这了，但是他没有看到啊。然后工兵走进去以后，对，还往回走到这边盖冲车。然后冲车过来撞了以后，他才知道对方来啊。好，第二张图，占山为王。啊，地图下方蓝色，这个 GUA 玩的是法兰西。那地图上方红色的这个东阿泰也是玩法兰西，法兰西的内战。上场打比赛没有啊？我昨天还那个、欸、打天堂打到11点了、啊。这个东阿泰又来了，这个升这个独轮推车，真的有比较好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也要学咯。这开场盖一个这个模仿升独轮推车，真的有那么强？两个都是法兰西内战，他不是第一场，他刚刚也是这样打、哦，所以表示他的流程就是这样子，开场会盖一个模仿，然后升独轮推车。那他这样做的话，等等他踩那个木头会不够。你盖那个伐木场要25木头吧，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踩一个木头放回去之后才能盖伐木场。就这一个，其实我觉得他踩这个就好了。我觉得他的流程，如果说这个踩木头是踩这个，不是更好吗？这个踩完以后回来比较近，
然后再往远一点盖伐木场，这样应该更好。小细节了。那他的对手，盖边边。这个刚刚这个人在打 DS 的时候也是这样盖的，他的法兰西也是这样盖的。学校。他有升那个毒轮啊，所以会比较晚上，毕竟花了100的金矿在那个科技上了。不确定。太坎坷。我昨天也遇到一个很潮啊，那来我家盖那个石墙，这样，那他这样盖一个石墙，对，然后前面盖那个不是石墙上面可以盖一个炮塔啊，他就要先这边再盖一个炮塔，然后再盖过一个再盖一个炮塔，我操，塔攻我啊，啊不就还好，我刚那一场是玩蒙古，直接绕跑啊，不然我就挂了。那一场我不是蒙古我就死了，还好我是蒙古。不过那招打其他文明好像真的蛮有点强，没发现的话真的有点强。啊，中国，好，军营，这边是两个军营啊，这么凶啊！两个军营，一个马。两个军一个马厩，那这边呢？另外一边，这边是一个马厩。哦哟，然后这边好像是有，是有班路啊，我看一下，有，这边是班路，所以斥候再出了。哎，没有，哦哟，他在斥，哎，骑士两只斥候，斥候没有很多。这边其实也看到了，他这个视野应该是看到两个兵营的，对，所以应该有想法了。对方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哇哇，这很危险啊！刚刚那个进去可能就卡住了，这绕了出来，你敢信？
很拼哦。我是觉得他好像要推一波了，看他怎么出。这边长枪升了一攻，双马。搬了不少肉回家。哇，这个双线没控好啊，左边烂了，死了两只骑士，亏。这个东阿泰是不是要凉了？到底谁说他会赢的？这边步兵也没有急着，这个长弓兵长枪兵也没有急着出去，一样先打防守。骑士倒是蛮多的，都建长。这个要进攻也未必吃香啊，对方如果有工兵的话。直接绕过去杀农民。好，这边有看到工兵了。东阿泰一直按兵哦，好像没有要上城堡的想法。这边在按骑士了，因为对方在按长按工兵，这边按骑士。哎、他只有一个哦，他刚按很多啊，他把它取消了。有没有机会闹到？哎、欸，有机会哦，这个金矿。哇，没有协同好，刚如果协同好的话，可以杀一波金矿的农民了。另外一边呢，跑走了。
用骑士打双线，对面带工兵哦。铁匠布。高打低好像没有加成，但是视野会比较好。盖铁匠布哦，刚盖好。哎呦，右边有机会哦！哎呀，拉农啦！拉农了，拉农了，是不是要崩了？好，这边工兵要去点这个长枪，这怎么不拉一下？他要保护他的长枪吗？这边还在点长枪，怪怪的哦，这骑兵被戳烂了。哇，碎了。可是刚刚有闹到一下农哇，问题是这些兵可能走不了啊，至少工兵要全灭了。太惨了，太惨了，兵败如山倒。这边还带一房的、啊、这个。这个蓝色这边还带一房的，我的天，这也太亏了吧！51，不过红色这边的村民稍多一点，红色这边村民多5只。所以刚刚那一波虽然说战损是蛮差的，但是我觉得打到现在大概就是5波吧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城堡的那个科技盖下去了。那东阿泰这边是没有城堡的科技的，那这样的话东阿泰这边劣势了。毕竟那个城堡科技是1800资源了。工位大厅。优势上时代，真的哎，这个。火速修道院，扩大优势。
那上这个骑兵升好了，五房的骑兵呢？怎么打？这个要硬上了吧？ 这个要硬上哦！这边出长弓兵是否太晚了点？哎呦，这个手法！ 刚刚就是用这个单骑士到后面把恶魔羊家里的工兵砍烂哦。长枪，抱歉。哦，一直打喷嚏，受不了。啊 这个撸刀就逆转了！哇，好痛，捅烂了！ 人口反超了，好像有点感冒，我一直打喷嚏，好奇怪，身体突然变得好奇怪。 乐乐的，怕跟我关系，没考。 六房，六房的骑士，攻防整整差了一啊，差了一房，扛不住啊！退一下，长枪兵，这个双线打得飞起啊！ 不行了，这个双线炸裂了！
哦，转步兵。真的被双线绕爆了。这个一直被莱夫咬，快被咬死。哦，橘队这边在蓄大量长枪，占个圣地吧，来占个圣地。这有很多长枪啊，我完全不怕这队部队。翻啦！哇，这边怎样？失误了，出现失误了，啥情况？哇，这骑兵全胜嘞！别担心，蓝色这边优势还是很大。死了一点骑兵而已，对，才死了十只。33、30，哎呦，这个兵力差不多。攻防呢？5、4、2、1。应该蓝色这边还是稍强一点。哎，他分散了。啊，圣地不踩回来吗？兄弟，踩一下吧。哇，这盖法也是很有个性欸，这直接是一个神秘的几何图形啊。哇，他突然龟缩起来了，啥情况？给机会啊！可是他的村民远远大于对方，他这边村民是88只，对方我记得50几只而已，62只，88比62多了26只的村民，经济是好很多的。跨点贵，他等下被翻盘了，我跟你讲，帝王时代很难输啊。哦，这边是出这个啥，皇家风情炮。这边还是想要用骑士去绕对方。
出来了，风琴炮。 这个射程很短哦，但是超级痛。 50伤害，12暴击。他射一炮要 CD 很久，但是真的很痛。啊，红攻！那这样的话，等于是被拖到一点时间咯。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打这个红攻。 加农炮，出大炮来打这个城堡啊！哇，这个印象是有点怪啊。其实这个蓝色这边是有2000多的石头可以盖城堡了。 逆转不好说，但是这个拖下去确实是局势会慢慢扳平的。这个拖下去的话，红攻射一下61啊。 他这边废油也升好，大炮应该快到了。那个这个来了，皇家加农炮，这是法兰西特有的。 炮240，加建筑物480滴，720滴。我要射程是死啊，跟红攻一样，也就是说射到红攻，红攻也射得到他。 过头了，哇！你看有没有超级痛的？我刚刚超痛的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太痛了吧！哇哇哇哇，这红攻跟神一样啊！哎。 后面，哎呀，被后面被戳了吗？哎呀，这个骑兵位超尴尬的，这骑兵位置，哎，保护一下这里，重点。
来，整个大炮射一下，大炮射，诶，射不出来，太短了吧，兄弟。这个强烧，射他，哦，他一直没机会射出来啊。太，真的很短，这个受不了。哦，有机会射了吗？哦，直接死一排，我看到。直接射出去一波串烧啊！超痛。这农民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是他，我就在这个位置盖一个一模一样的城堡。GG， 2-0。哇，这边美国队大获全胜啊，好猛哦！啊，我们恭喜这边美国队最后是2-0战胜了欧洲。像美国队冠军了吧？累累，看一下。